用车倒倒落去烘焙机内底，不一大怪时间就传来阵阵咖啡香。高雄乡休闲农业观光策略联盟在国会辅导之下，规划一连串农业 DIY 体验活动，让游客看到农产制作过程，同时也在品尝在地好滋味。味道很香啊，不会比国外的差，很好啊，很好。大概每天都会喝一杯的。咖啡呢？咖啡它是淡淡的，不会像美式咖啡这么浓。它喝下去还是甘甜回甘，好喝。高雄乡民风淳朴，绿色生态资源丰富，也够亲像罗星花、柠檬、咖啡等等多元的农产。主要单位就是希望趁着暑假将农业结合当地休闲农场甲冰箱，带动整个北港溪山的观光发展，推广我们国境乡的优质民宿。还有这个休闲农场，让大家在夏天里面能够找到一个很好的地方啊来度假。由产业来推动观光，这样来配合，当然会乐见其成。爱有人吃了哈，这个是很养生的哈。热天一到，清凉消暑，艾油啊，上受着欢迎。游客就会使在农民的指导之下，家己动手来洗艾油啊。这不是一个难得的经验，对着消费者来讲，用这款天然的制作方式，吃到产品嘛比较较放心。很好玩啊，因为我不知道艾油要怎么洗啊。阿姨每次都去菜市场买现成的，就觉得硬硬的，那个软度不够，我就觉得它好像有添加一些东西进去啊，因为我们没有看到现场制作过程，所以今天有现场看到，这样子东西感觉比较纯，对啊，吃起来也比较安心，对啊。各种特色农产也伫现场摆搭，提供予游客来试食，加上各式各样美丽风光，真正是一大享受。若是有旅游计划民众，就会当提早好好来计划啊。记者家己采访报道。